现了法国的火车，我们到站了。他们这边售票机超好笑的，这是用转的耶。结果今天失策，我没有带雨伞，然后现在下雨。我们现在走到市中心的这个超巨大的圣诞树前面，很下雨。晚上的教堂配这个灯还蛮漂亮的，点灯的圣诞树超漂亮。现在要来直接搭这一台开到斯特拉斯堡的火车。刚刚已经过边境了，现在在法国，应该是快到了，在5分钟吧。哇，出现了法国的火车，我们到站了。到了斯特拉斯堡，超多人的，而且今天天气还不错，现在就先出站斯特拉斯堡的车站。然后因为市集好像分散在蛮多地方的，所以想去研究一下这个电车的票，看有没有日票可以买。他们这边售票机超好笑的，这个是用转的耶，可以选语言，确定就是按中间，好像在打电动。这也太怪了吧，我都已经选英文的，就它这个界面还是法文，还要自己用 Google 翻译，根本看不懂。现在走出来了，前面这个就是斯特拉斯堡的火车站，先去晃晃。哇，我刚才想说怎么有中国音乐的表演，结果居然是法轮功在放音乐。这里过了一个河，前面应该就是市集了，打算先去找一点找一点吃的。哇，那上面又有大熊了耶，好多只哦，好可爱。大家都是在二楼做装饰。哇，这间房子装饰的好漂亮哦，感觉是个餐厅吧。转过来，这里就是圣诞市集的，我终于找到了。哇，上面吊的好像小饼干的装饰哦，这个晚上应该会亮吧。现在血糖太低了，赶快先来买一个可颂，法国的可颂好吃耶。在路边等我的旅伴来。发生一个悲剧，我的手机电量居然只剩38%。我今天想要精简，就是不带包包，所以我现在就没有带行动电源。悲剧。哇，这间卖甜甜圈的好缤纷，好可爱哦！我才发现这一间店的装饰居然是宝可梦，有皮卡丘，还有神奇宝贝球。结果今天失策，我没有带雨伞，然后现在下雨，而且原本想说应该不会这么冷，大概9度，结果没有戴帽子，风好大。这个烤栗子火车好可爱哟！小包的最少是3欧，买一个来试试看。我买的热巧克力，这杯小杯的4块，然后这个杯子1块，等一下可以换，这是塑胶的。这个是小杯的苹果汁，3块，这是全法文的价目表，完全看不懂。现在雨下太大了，我们来家乐福超市找伞。这里的麦片是这样子卖的，好酷哦！我逛了一圈没找到，所以宁愿要去别的店看看。我们现在走到市中心的这个超巨大的圣诞树前面，很下雨。哇，它这个装饰都好大，还蛮漂亮的。哇，这里有一个超级大的旋转木马，哇，它要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开始了，都是车子不是马。然后他们有上下上下，啊，那个转的太晕了吧？那个我不行。有飞耶！啊，好酷哦！啊，好可爱。其实没飞蛮高的耶。现在来买可丽饼，点了一个咸的加起司跟火腿。哇，这个是巧克力，是放巧克力一颗一颗的耶。这个是我们的正在做。这个是7块的咸的可丽饼，火腿跟起司。哇，小房子27块，还有楼梯。现在来看这个蜡烛，蛮便宜的，有点想买。这个画的好漂亮，圣诞球球。看到巧克力糖葫芦了，我要来买一支。我买的草莓的。这里有卖苹果的，也有裹巧克力的，还有一般果糖的。它这个水果的，还有卖橘子的耶，还有香蕉，还有卖整根的香蕉。苹果球球，这个居然才3块耶，比我的草莓还便宜。这里又有栗子小火车了。我们现在走到了这个教堂这里，现在在这里排队，感觉应该是去圣诞市集吧，不知道，就先排排看。不过还蛮快的。哇，让看这个教堂。旁边就是热红酒的味道。好，大家现在进去。哇，现在进来教堂里面，它两边左右两边都挂着这些图画的，应该是紫檀吧，超大一幅的，好漂亮哦。而且刚才排队就这么多人，就只是进来参观教堂而已。哇，这里好多人哦，来看这个超大的天文钟哎。而且这里，它
在这里投钱呢、欸。哇、哦、天哪，这底下也太多钱了吧！就这个钱呀。一个香肠夹面包8块，晚上的教堂配这个灯还蛮漂亮的，只是人还是超多，走到哪里都是人。爱马仕的橱窗哎、欸，晚上看灯超漂亮的。这里还有巨大的拐杖糖，哇，这一整桌都是胡桃钱，有小的还有大的，这个中的42.9，天哪，然后这个超大的，大概200欧左右。这个超漂亮的铃铛，颜色也很可爱耶。这个16.9，不过感觉很容易打破。点灯的圣诞树超漂亮，这边到处都是。哇，这是心跳吗？Je vais utiliser ce pouvoir-là pour que mon quartier soit moins pauvre. Elle a dessiné des choses à manger. 现在在一台巴士上面，我们刚刚原本要搭的那个区间车爆满，他们好像就安排了一台巴士，就直达我们接下来要去的那一站，所以就希望他等下开快一点。Remember how that feels? We thought we would win somehow. We're laughing at that now.